Ten 经纪人近日以帅气的外貌在韩网引发热议。经纪人与 Ten 同框的照片中，比艺人更像是艺人，皮肤白皙，鼻梁高挺，身高也很修长，长相儒雅有气质，整个人散发温和感，完全就是暖男欧巴。网友们看到之后纷纷跪求经纪人出道，觉得他很适合做演员。粉丝们也称赞 SM 娱乐连经纪人都要这么帅，乍看还以为是 XO Suho， 白皮肤和发型都很像。SM 真不愧是 K-pop 花田，颜值传统一直很高。而有些网友认为，这位经纪人可能以前也是 SM 的练习生。据传有很多无法出道的练习生之后都转行经纪人，因为懂得练习生的辛苦，在照顾艺人时也更加细心，让粉丝们都很放心。